爱多美中国市场行为规范指南解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爱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小爱课堂。近年来，随着消费者需求提升，市场规模壮大，总会出现许多市场乱象的行为。我们公司是一家以原则为中心的企业，为了未来事业伙伴更好地提升自我，创造公平、规范、有序的市场环境，规范市场需要我们一起努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的经销商运营指南吧。市场规范行为。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法律法规，对于任何涉嫌违反禁止传销条例、广告法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予以坚决抵制。禁止产品夸大宣传。像这种产品使用前后的对比及分享是不被允许的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快来看我做的这款产品试验，只需要加一滴我们的产品，浑浊的水就可以变清澈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做无根据的产品试验也是被禁止的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一身的毛病，现在骨质疏松，走路都不稳了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哎，爷爷，我这有款产品可以包治百病，不仅可以治疗。爷爷，实在抱歉，小明说的这款产品的确有很好的保健作用，但是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只是保健食品，不是药。讲产品不夸大，我们一定要如实推荐公司产品，考虑顾客的利益，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禁止宣称产品的治疗功效，我们做得到。禁止制作并发布海外制度。爱多美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，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，用其他海外的制度带到中国来讲解是不正确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宣导适用于中国合规的事业制度，不要出现误导行为。规范市场经营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几个案例，他们的行为到底正不正确呢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爱多美私人会议，大家跟着我干，三个月包你赚得百万。禁止私自举办任何形式与公司有关的会议，禁止诱导宣传投机行为。大家排好队，后面的人请准备好身份证、银行卡，交了入门费成为会员包你赚得快。禁止收集个人信息，禁止以公司名义建立会员注册系统，自行为他人计算并发放报酬。禁止以公司名义收取入门费。嗨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服务中心，快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。哎，小明，你的服务中心获得公司的批准了吗？悄悄跟你说，没获得批准，偷偷开也没关系的，反正没人知道。小明，所有服务中心都必须由公司批准开设，你的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公司规定，会受到公司相应的处罚。我们一定要坚守公司的正道经营理念，维护市场秩序，坚守原则，我们才会走得更长远。呀，小明，好久不见，看你最近生意做得越来越好，大家都很羡慕你呢。悄悄跟你说，我这里确实有个好机会，你在你们公司是赚不到钱的，你们公司产品太贵，模式太差，还是快来跟我一起做吧，让你跟我一样一夜暴富不是梦。太好了，明天我就跟着你一起发财致富。
囤了这么多货，我真后悔，不应该听他的。禁止诋毁，拉拢同行业，禁止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获得高额回报，禁止诱导投机囤货。让我们再温习一下上述场景中都有哪些违规行为呢？私自组织召开会议，诱导宣传投机行为；私自开设公司未授权的服务中心，私设会员加入系统，收集个人信息，索取入门费及其他费用；拉拢同行业从业人员，诋毁攻击其他品牌产品和经销模式，还有进行投机，诱导贷款囤货，操纵业绩，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可获得高额回报，帮助达成一定职级等违规行为。没错，以上行为都是严格禁止的。成功需要脚踏实地，用规则守护事业，维护我们共同的市场，绝不发生违反市场规范的行为。线上行为规范，搭建健康规范的网络环境，用规则守护事业，相信我们能做到。拒绝私自开设网站、微信公众号，拒绝在互联网宣传海外制度及销售产品，我们能走得更远、更顺畅。我们经销商做的不只是推广产品，也需要弘扬中华优秀的文化美德，彰显公司文化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做到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爱多美正能量都有哪些好的行为规范吧。一，遵守公序良俗，遵守社会道德与公司纪律。二，创造良好活动环境，不要在工作中饮酒、吸烟，注重礼仪和文明，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，形象创造价值。太好了，学习了这么多的规范知识，相信一定可以净化我们的市场。但是如果仍然有人恶意违规，那公司将如何帮助我们呢？公司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，我们定制编写了经销商经营手册。手册中涵盖了所有经销商在开展业务时应遵循的原则，请大家仔细阅读，共同建立与维护我们的市场环境，促进公众对公司支持与认可。我们一起共同努力，携手创建和谐共赢的市场环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爱多美市场行为规范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随时联系小爱老师，或者反馈到爱多美中国公众号。